安装马桶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Oakville，今天呢过来换两个马桶，都挺老旧的了，这是一个，然后新马桶已经买好，然后组装好了已经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主卧，也组装好了，这样的老马桶，OK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马桶呢，两个马桶已经装好了。这是一个，OK。然后这屋，冲力都很大哈。然后这里呢垫个纸，然后如果在走之前如果有什么异样的话，就能及时发现。然后真不行的话，然后再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好吧，然后观察一下啊，看有没有漏水，就这样，OK。